来伫遮做迄组织来休安休息日来敬拜神。感谢主人让大家来聚集在这边一起敬拜神。啊，知影要继续用啊，这个灵前的预备啊，就是得主得神喜悦来甲大家彼此来分享。早上要用灵战的准备，第二得神喜悦来与大家分享。哦，咱这边的专题啊，就是特别要来做这个宣道啊，意识的提升。这次的宣道就是这次的讲题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宣道意识的提升。当然有宣道的意识，当我们有宣道的意识，神就会甲咱讲方法，神就会跟我们说方法啊。方法其实虽然重要，方法虽然重要，但是愿做的心更加重要。但愿做的心更加重要啊！因为愿做的心会当和神跟咱同在，因为愿做的心可以让我们与神同在。神会帮助咱，神会帮助我们啊！其实咱伫咧来传福音，要引导人来信主。其实我们在传福音要引导人来信主的时候，特别咱这几年来，咱九百教会啊咧做的这个全家信主的话的推动。特别是我们这几年来石牌教会推动的全家信主啊，这种是灵战，这都是灵战啊。虽然咱冇认真去做，虽然我们认真去做啊，有人成功，有人成功，但是有人也无看见效果，但有人还不见得果效啊。咱千万唔通灰心，我们千万不得灰心啊。咱来继续努力，我们继续努力啊。咱时时检讨家己啊的方法，时时检讨自己的方法，检讨咱家己是唔是有甲神徛咧同一边。检讨自己 是否有跟神站在同一边啊？咱是不是有对神遐来啊领出这个能力？我们是否有从神来的能力啊？咱是不是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是否有顺服圣灵带领啊？其实伫咧《使徒行传》总共28章里面，其实在《使徒行传》总共28章里面啊，一开始就为圣灵来做序幕哈，一开始就由圣灵来做序幕啊，然后几章拢是圣灵带领传福音。然后整章都是由圣灵带领传福音啊。今日咱这个宣道上好的范本就是《使徒行传》。今天我们宣道最好的范本就是《使徒行传》。较早的人安那做，神安那带领。以前的人如何做，神如何带领。咱发现都非常的奇妙。我们发现都非常的奇妙。真侪所在写到啊，圣灵不准。很多地方写到圣灵不准啊，写到圣灵爱因去做啥物？写到圣灵要他们去做什么啊？咱来教。咱看起这个信徒，这安尼去做。我若看这古信徒这样去做啊，迄阵的使徒的教会非常的发展。那时使徒教会非常发展啊，尤其一开始有3000个人来洗礼，尤其一开始有三千人来受洗啊，这咱拢感觉啊，真歹想象。这让我们都非常的难以想象啊。但是咱今日来完全照使徒行传来看。但如果我们今天完全的照使徒行传来看啊，咱愿意来靠圣灵来打这场灵战。我们愿意靠圣灵来打这场灵战啊。咱每一天3000个人洗礼，应该拢是无问题。我们要一天3000人受洗，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啊、虽然咱会感觉无啥可能，虽然我们觉得可能不太可能啊，在人未用的，在神凡事拢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因为昨咱嘛有翻到一则经节，因为我们昨天也有翻到一章。圣经节，咱来看《创世纪》26章，请看《创世纪》26章。《创世纪》26章第一节，《创世纪》26章的第一节，26章第一节，26章第一节。讲伫阿伯拉罕的日子，迄、那个所在有一间饥荒，即边即时阁有饥荒，以撒就往基甸尼去，到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遐。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讲：“你唔通落埃及去，爱住伫我所指示你的地。你若寄居伫这个地，我必甲你同在，赐福予你。因为你，我要将这个地拢赐予你甲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的爸阿伯拉罕所起的誓。”阿门。啊，伫咧迄阵，以撒拄着饥荒。在那时候，以撒遇到了饥荒。啊，咱今日传福音啊，真侪。教会嘛，拄到瓶颈啊！我们今天传福音，很多教会也遇到了瓶颈啊。咱伫台湾真正所教会二十年来，人数拢无超过无多破6万啊。在台湾这20年来，真主教会都没办法突破6万人啊。所以咱来去思考，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较早会使，今日来奈袂使。
以前可以，为什么今天不行？就像今天我们读经以西结书十九章，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以西结书十九章，里面讲了两个故事，里面说了两个故事，尤其第二个故事，尤其是第二个故事。啊，这个葡萄树本来发旺，这个葡萄树本来是发旺的，但是最后却被砍下来烧掉，但最后却被砍下来烧掉。神在提醒以色列人，神在提醒以色列人。啊，因迄阵已经渐渐啊衰败，他们那时候已经渐渐的衰败。啊，爱去思想衰败原因，要去思想衰败的原因。啊，为什么较早会当栽伫水旁？为什么以前可以栽在水旁？啊，一开始的葡萄树是指着大卫王朝。一开始指的葡萄树是指着大卫王朝，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忠心。神嘛，不甲因同在，神也与他同在。哎，但是今日竟然衰败，但今天却衰败了。啊，衰败就是未晓依靠神呐。衰败就是不会依靠神。啊，无照神的来做啦，没有照神的来做。啊，所以进入了属灵的饥荒啊。所以进入了属灵的饥荒。今日咱伫咧这个福音，这个传福音的环境，就马上是一个属灵的饥荒啊。今天我们在这传福音的环境里面，就好像是属灵的饥荒。啊，咱较早用一寡方法，即马那就嘛无讲真好用啊。我们以前用的方法，现在好像也不管用了。其实神嘛是咧甲咱提醒。其实神也在提醒我们。啊，咱来回归到真理的基本面。我们要回归到真理的本面。咱来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咱来靠圣灵打这场灵战。我们要靠着圣灵来打这场灵战。咱本身来得主得神的喜悦。我们本身要得神的喜悦，我们在这做的时候要处处忠心，我们要在做的事上处处忠心，这样就可以彰显这个使徒行时代的这个荣景，这样我们就可以重现使徒行时代的荣景。那时的以撒他也遇到这个饥荒，那时的以撒也遇到了饥荒，神跟他说话，神和他说话，神今天也跟我们说话，神今天也和我们说话，但是我们有要听吗？但我们有要听吗？我们有要做吗？我们有要做吗？以撒当时如果有意见，以撒当时如果有意见，因为这个所在饥荒，因为那个地方饥荒，你竟然叫我留下来，你竟然叫我留下来，主啊，这无水呢，这边没有水，主啊，我这千千万万的羊爱食草呢，主啊，我这千千万万的羊要吃草，主啊，这我靠我食饭啊，这厝内边的人，这个啊，这个仆人啊，奴才查某囡啊，哦，几千人的拢爱靠我食饭啊，主啊，我家里的仆人、男人、小孩都要靠我。靠我吃饭啊！这哪像咱今日拄到这个现实做工的困境啊？这就好像我们遇到我们现实做工的困境。啊，咱会用家己的方法开真侪会议啊。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开很多会议。啊，咱会用咱的理性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面对这些问题。啊，犹太人、以色列人，这国家为什么别国？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什么国家会灭亡？因最后无依靠神啊！因为他们最后没有依靠神啊！其实因是用理性来治国啊，是用理性在治国啊！所以咱今日敢话用理性来带领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有用理性来带领教会吗？啊，咱来回归到圣经啊！我们要回归到圣经。圣经安怎讲，咱就安怎做。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咱看第六节。所以我们看第六节啊，以撒就住在基列尼，阿门。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哎，以撒迄阵到基列尼。以撒那时候到基拉尔，啊，神就跟他讲话，神就和他说话。哎，以前真的无叮当啊，他就真的没有动了。啊，以前的以色列地，那时候在以色列地啊，用伊的理性判断南边较有草，用他的理性判断南边比较有草。啊，尤其埃及彼搭个河流，尤其埃及那边又有河流啊，所以伊的理性判断就是爱往埃及去。所以他的理性判断就是要往埃及去。圣经虽然无写，圣经虽然没写，但是聪明的以撒应该有这款的打算。但是聪明的以撒应该有这样的打算。神知道人的心，神知道人的心。你唔通入埃及，你不要下埃及。你唔通用家己的方法，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你听我的话就对啊，你听我的话就对了。啊，有代志我负责，有事情我负责。啊，以撒就讲好，以撒就说好。我住在基列尼，那我就住在基拉尔。咱来看十二节，请看十二节。以撒在那个地经前那年有百倍的修行，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充待日精月盛，成做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还有很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阿们。啊，以撒在那个地经前，以撒在那个地耕种什么地？什么地？饥荒的地啊！饥荒的地。那年是多少年？那年是哪一年？饥荒的年啊！是饥荒之年。大家拢苦哈哈，拢赚无钱的时阵啊！大家都苦哈哈，赚不到钱的时候。咱若依靠神，我们若依靠神，神就要祝福你，神就要祝福你。你会发现讲，我哪会无受经济影响？你就发现说，为什么没有被受影响？囡仔，这教育制度在改变。
教育制度在改变。教育制度在改变。哇啊，考试又改变了。考试也改变了。哇，大家呢，哀鸿遍野。大家哀鸿遍野。哎，我的囡仔那平安。为什么孩子非常平安？哎，顺利通过考试。顺利的通过考试。所以咱无饥荒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不受饥荒的影响。真信徒的生活无真正的饥荒啊。真信徒的生活没有真正的饥荒。因为神要成就伊的瓦口。因为神要做他的依靠。啊，天年有百倍的修行。是他百倍的收入。那一年有百倍收入。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1809年。109年。10月。灵恩布道会，十月的那个灵恩布道会，咱在座拢是见证人，我们所有人都是见证人啊。咱有十四个得圣灵，16个、36个得圣灵，我们有16个人得圣灵，然后被洗礼，有8个洗礼。那是啥物时阵？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封城的时阵呢？那是封城的时候。那是疫情上严重的时阵呢？那是疫情的时候。啊，咱难得会当来灵恩布道会。我们难得能来举办灵恩布道会。咱伫咧属灵的饥荒的时阵。我们在属灵的饥荒的时候。咱所有的教派兄弟拢共同来见证这个神迹。我们石牌所有的兄姐都一起来共同见证这个神迹。咱的报表引起北区的注意。我们的报表引起北区的注意。啊，北区的区长就甲小弟问。北区的区负责就跟小弟问：“你的数字有写唔对不？你们数字有写错吗？”“那30个受圣灵。”“为什么30个受圣灵？”“因为中间无啊，灵恩会进前有14个。”“因为灵恩会之前有14个。”“灵恩布道会期间有16个。”“灵恩布道会期间有16个。”“那有可能有30个？”“为什么会有30个？”“啊，我都甲区就报告啊。”“我就跟区负责报告。”“无确定，没有写错。”“确定没有写错。”“啊，饥荒当中有百倍的修行。”“饥荒当中有百倍的收成。”“你要用30个来看。”要用30个人来看。今天这个教会有3个受圣灵，未歹啊。今天教会有3个受圣灵就很不错了。至少有10倍啊。至少有10倍。啊，所以今天不是咱环境的关系。所以今天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今天嘛不是方法的问题啊。今天也不是方法的问题。啊，咱共同见证就是咱只是认真做好，逐工读经，家庭祭坛。我们共同见证就是我们认真做好。每天读经，家庭祭坛啊，啊，这是得主喜悦的事啊，这就是得神喜悦的事啊。所以，咱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所以，请看以弗所书。那请翻开以弗所书第6章。请翻开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0节。第10节。以弗所书6章10节。以弗所书6章10节。讲我还阁有别个话，恁来倚靠主，倚靠伊的带领动力，做刚强的人。爱穿大神所赐全副军装，对抗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甲属血气的征战，乃是甲属迄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甲空中属灵界的恶魔伫咧征战。阿门。好，这个所在特别甲咱讲啊。这边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今日咱毋是预备要来面对灵战啊。今天我们不是预备来。面对灵战，咱逐天拢在灵战。我们每天都在灵战。魔鬼逐天拢要甲咱掠去。魔鬼每天都要将我们抓去。啊，彼得前书啊，这个所在讲到啊，魔鬼真像吼叫的狮啊。彼得前书说到，魔鬼如吼叫的狮。啊，遍地游行啊。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食的人啊。要寻找可吞吃的人。请问魔鬼要甲咱吞食的时阵，你敢免甲伊拼一下？请问魔鬼要吞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要跟他拼一下呢？啊，还是都由在伊咬？还是就让他任由他咬？啊，魔鬼在甲咱咬的时候，咱敢袂疼？魔鬼在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痛吗？啊，咱敢袂挣扎？我们不会挣扎吗？咱的武器是啥物？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咱提出武器不？我们有拿出武器吗？咱身躯有防护防护的这些器具不？我们身上有防护的器具吗？啊，所以11节安尼讲。所以11节这样说到。爱穿大神所赐全副军装，对抗抵挡魔鬼的诡计。啊，这个所在，圣经里面所谓爱，拢是命令啊。圣经里面说的要就是命令。哎，要好。你爱做啥物？你要做什么？迄种是命令。那都是命令。在军中啊，命令吼、啊，都是一定要遵行。在军中，命令就是一定要遵行。你若无遵守命令吼、啊，会使就地正法。你如果没有遵行命令，你就可以被就地正法。咱对咱的头家，咱嘛拢做遵守命令的。我们对我们的老板也非常遵守命令。遵守规范啊。遵守规范。哎，啊，这个所在神讲话啊。这地方神说话了。借着神的仆人安尼讲啊。借着神的仆人说。爱穿大神所赐全副军装。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后边咱都爱甲穿起来。所以我们要后面就要把它穿起来。免啊穿。要怎么穿呢？哎，逐天的灵修啊。
就是每天的灵修。好，咱千万唔通阿别跟魔鬼拍，咱就输了。我们千万不要先在跟魔鬼打之前我们就输了。十七章安尼写，十七节章说到，爱搁地上救恩的头盔，摕着圣灵的宝剑，都是神的刀。阿门。啊，这所在讲，这内面这属灵的全副的军装，头前拢是防备，啊，甲一寡配备啊。这些属灵的全备军装，前面都是保护身体，后面好，还是叫一寡配备，或是一些配备啊，亲像鞋啊、帽啊，像是帽子、鞋子。但是攻击性的武器只有一个呢。但是攻击性的武器只有一种，就是圣灵的宝剑嘛，就是圣灵的宝剑。今天若无圣灵，要哪敢魔鬼相拍？今天如果没有圣灵，怎么跟魔鬼打仗呢？啊，一间教会内边无圣灵，这间教会要哪敢魔鬼相拍？一间教会没有圣灵，这间教会要如何跟魔鬼打仗呢？敢讲伊只是安尼？挨打，安排出卖手受伤。难道只是挨打，然后不出手吗？哦，安尼都无效啊。这样就没效了。咱们看过多一个军队，伊无攻击性的武器。我们有看过哪个军队没有攻击性的武器吗？多一个国家的军队无这个攻击性的武器啊。哪个国家的军队没有攻击性的武器？咱今是基督的精兵啊。今天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啊。咱来举起圣灵的宝剑。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咱才有公告，咱来被圣灵充满。我们昨天有说到要被圣灵充满。咱拿有圣灵。我们若有圣灵，不只要有圣灵，不只要有圣灵，爱搁比充满，还要被充满啊！因为比充满，你才真正有力量啦。因为被充满才真正的有力量。啊、只是有圣灵，力量也无啥够啊。只是有圣灵，力量还不够。因为咱的意思还搁伫咧啊。因为我们的意思还在啊。咱时常要用家己的想法啦。我们时常拥有自己的想法。咱无愿意照神的方法啦。不愿意来照神的说法。时常神的方法跟咱想的方法无完全同款呢。时常神的方法跟我们的方法不一样啊。亲像主耶稣伫咧克西马尼园来祈祷啊，像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请看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第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啊，才讲伊就溜溜啊向前行，趴伫涂骹祈祷讲：“我爸啊，卡苏那会使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总是唔通照我的意思，只爱照你的意思。”阿门。耶稣真清楚神的意思。耶稣非常清楚神的意思。咱今日是不是真清楚神的意思？今天我们是否清楚神的意思呢？咱甲神中间这个沟通的管道是不是有通啊？我们跟神沟通的管道是否有通呢？咱是不是每天在祈祷，每天在读圣经啊？我们是否有每天祷告，每天读经呢？咱听到神的话语，咱怎么面对？我们听到神的话语要怎么面对？头前前半段祈祷是耶稣真正的心声。前半段的祷告是耶稣真正的心声。伊也想讲，哪会使卖，就看会使卖无。他想说，如果可以不要，那就不要吧。啊，是不是给死法足痛苦的啊？十字架的死法非常痛苦。啊，不是像斩头一下就死啊？不是像斩首一下子就死。啊，也就是其他死法啦。他或者是其他死法，较简单啊。比较简单。啊，这是不是给是血慢慢啊流，慢慢啊各种方法慢慢啊死亡的啊？十字架是慢慢的流血，慢慢的死亡。啊，真痛苦啊。非常痛苦。想都惊。想到就怕啊！但是下骹耶稣安尼祈祷啊！但是下面耶稣这样祷告：唔通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爱照你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才会做出来祈祷啦。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才可以做出来祷告。真正的祈祷唔是求神听我安那讲啊！真正的祷告不是求神听我这样怎么说啊！真正的祈祷是求主让我会当照你的意思来行。真正的祷告是求主可以照你的意思来做。主啊，你加添我力量啊！主啊，你加添我力量啊！我真正知影你的意思，但是我有困难啊！我真的知道你的意思，但我有困难。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来行啊！所以这所在跟咱讲，咱来叫做主欢喜的事啊！所以我们这边说到要做主喜悦的事啊，真正咱若做了，咱嘛家己嘛会欢喜啊！我们自己做了也会欢喜。所以咱看这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以请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就是咱这边要讲的主题啊。二十五章就是我们这次要说的主题啊。第昨暝讲到第一个比喻，昨天说到第一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十童女的比喻啊。咱大家拢在临阵，我们每天都在临战。咱有拿出圣灵的宝剑无？我们有拿出圣灵的宝剑吗？咱有得到圣灵无？我们有得到圣灵吗？咱有被圣灵充满无？我们被圣灵充满吗？十个童女拢有一个。
另外一个器皿啊。石童女都有另外的器皿。是啊，那你有另外一个器皿？为什么你有另外的器皿？意思就讲你要甲底下满啊。意思就是你要把它。那是一个命令啊。要把它装满，那是一个命令。但是无甲你强求啦。但没有强求你。所以十个童女的灯拢会光啊。所以石童女的灯都会发亮。拢有油啊。都有油。拢是咱今日所谓圣工人员啊。像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圣工人员。所有圣工人员，好。咱所谓圣工人员内面有十个聪明，有十个愚妄的啊。我们所有圣工人员有十个聪明的，有聪明的，有愚妄的。啊，愚拙的。愚拙的。好。啊，聪明跟愚拙差别在对。聪明跟愚拙差在哪里呢？差在会晓预备油伫器皿无？差在是否会预备油在器皿里面？会晓预备聪明。会预备就是聪明。未晓预备愚拙。不会预备就是愚拙。本来就要被充满。本来就要被充满了。圣经拢甲咱讲要被圣灵充满。圣经都说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咱是就这样来做。所以我们是否照这样来做呢？这三个比喻拢甲天国会当入面有关系啊。这三个比喻都跟是否能进天国有关。所以25章第一节这样写。所以25章第一节这样说的。天国哪像十个童女啊？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天国这件事哈，都哪像十个童女的比喻啊？天国这件事就好像十个童女的比喻。所以咱今天要来看是十四节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是十四节。你嘛讲到天国哪像一个人要去国外去啊？天国好像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咱要进天国嘛，甲这件事故事有关系啊。我们要进天国也跟这件事有关。这三项比喻拢是咱真容易忽略的事啊。这三项比喻都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事。但是这三项比喻最后结局无做，拢是死罪啊。但这三样的结局没做都是死罪。到尾啊，尤其第三个比喻啊，尤其是第三个比喻啊，四十六章安尼写，第四十六节说到，讲这个人要去阴刑遐去，这个义人要去到阴刑遐去。说到这些人要往永生去，义人要往永生去啊。所以，咱来看十四章。所以，请看第十四节啊，咱要得主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得主得神的喜悦啊，跟这件比喻什么关系？跟这个比喻有什么关系？这个比喻，咱就无搁念嘛。我们比喻就不再念了。讲天国就哪像一个人要去外国啊？说天主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主人呢，都将家业交予因啊。主人就将家业交给他们。一个付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啊。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神用五，耶稣用五千，一两千，一千是一大数目啊。耶稣用五千、两千、一千是一个大的数目我大概把它算过，大约有算过但是不一定是这个数字啊，但不一定是这个数字这个五千等于咱今日台币两千四百万啊。这个五千大约等于现在台币的两千四百万这个两千就是九百六十万啊。两千就是九百六十万一千就是四百八十万啊。一千就是四百八十万用当时的货币来算啦，用当时的货币去当然是不是正确，咱们来当过来讨论啦我们若是不是正确，我们可以来讨论但是耶稣的真正足大诶，但他数字非常大，所以后边只主人讲你伫咧无济代志有忠心啦。所以主人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见这个主人到底有偌好个啊？可见这个主人非常有钱。某人，我给你两千四百万。某人，我给你两千四百万。我要出国啊！我要出国了。哇，你搁赚两千四百万！哇，你又赚了两千四百万！哎呀，你真正不简单嘞。这个不简单。这无济代志，你嘛当做个家伙。这不多的事情，你可以做得这么好。两千四百万。两千四百万。而且到最后吼，耶稣讲要把迄一千摕来，给迄个有一万的啊。而且到最后，耶稣说把那一千拿来给那有五千的。既然有的，要搁加予伊。既然原本有的要再加给他，无的连伊有的嘛要甲夺取啊。没有的连他原本有的都要把它夺取。这个分五千给伊是啥物意思？分五千给他是什么意思？主人敢讲无要回来啊？主人没有要回来的吗？主人敢真正要将这钱怎送伊？主人要把这些钱送给他了吗？还是讲这间公司结束了，所以资遣费还是这间公司结束了，所以是资遣费。那资遣费都无迄个谈甲无谈的问题啊。但资遣费就没有赚跟不赚的问题。但是问题主人要搁回来啊。但问题是主人还要再回来。神要搁来搁再临啊。有天神还要再再临。伊今日交管予咱遮的财产啊。他只是交管这些财产。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咱的智慧。我们的智慧。咱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咱所拥有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产。
我们的财产。这都是神交代给咱的。这都是神交代给人的。有一天他要问咱啊。有一天他要问我们。啊，我交代你遐，有搁因为安尼，搁去做搁较济工出来无？我交代你那些有因为这样而去做更多的工出来吗？所以虽然圣经无安尼写，所以圣经虽然没有这样写，五千、两千、一千拢是命令，五千、两千、一千都是命令啊。给五千的人，给五千的人，就是因为伊准神的命令，就主人命令就是讲你上好搁赚五千。主人的命令就是你最好再赚五千。哦，啊，你若真正赚五千，如果你真的赚五千，啊，我就给你拍拍手，我就给你拍拍手。哦，啊，所以头前的五千是命令加责任。所以前面的五千是能力，能力与责任。好，啊，后边五千是咱当尽的义务啊。后面的五千是我们当尽的义务。那来看约书亚记十八章，请看约书亚记的第十八章。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三节。约书亚记十八章的第三节。十八章第三节。十八章第三节。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讲：“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赐予你的地，恁当然无去得，要到几时呢？”阿门。啊，这个所在其实因地伫咧进迦南地进前就分好啊。其实他们地在进迦南地之前已经分好了。但是因领着毋是权状呢？当然就不是权状。哦，毋是讲啊，这块地就是你的啊？不是，那块地就是他们的。你还要去征战呢？你还要去征战？啊，你还要去甲占领？好去占领，你要去经营，好去经营，你要付出你该做的事啊，好去付出你该做的事情。这块地就是你的责任嘛，那块地就是你的责任啊。所以这所在啊，神都来问约书亚了。所以这个地方神就来问约书亚。有几派做认真在夺取这块地啊？有些支派非常认真的在夺取这些地。今日咱身躯边这还未信主的人，拢是神给咱的责任。今天我们身边还没信主的人，都是神给我们的责任。神为什么安排咱到这个环境？神为什么安排我们到这个环境？因为这就是你的未得之地啊！因为这就是你的未得之地。今天神也要问咱啊！今天神也要问我们。啊，你无要去得，要去等他当时。你不去得，还要再等，耽延到几时呢？啊、哦，这所在，咱若无去得，就是咱的罪了。如果我们不去得，就是我们的罪了。啊、哦，就那像那个领一千的同款。就好像那领一千的一样。咱、哦、都知影五千，搁赚五千。我们知道五千又赚了五千。两千搁赚两千。两千又赚了两千。一千的打在土下底。一千的埋在土里。打在土下底是什么意思？埋在土里是什么意思呢？我做一个信徒就好啊。我做一个信徒就好了。我嘛无犯罪啊。我也没犯罪啊。啊，我安尼就当进天国啊。我这样就可以进天国。啊，想不到罪有两种啊。想不到罪有两种。一种就是做了无该做的事，一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那就犯十戒，就好像犯十戒啊。一种就是无去做该做的事啊，一种就是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啊。够有这严重？然后有这么严重吗？啊，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好、啊，就是一个财主跟拉撒路啊，就是财主与拉撒路啊。自头到尾，咱敢知影财主犯了什么罪？从头到尾，我们知道财主犯了什么罪吗？看不出来呢，看不出来。奢华宴乐是罪吗？奢华宴乐是罪吗？那就不是嘞，好像也不是。好、啊，咱今天说干嘛做好起来啊？真耶稣教会也非常有钱啊，那么但过个真舒适啊，我们也可以过得非常舒适。哇，那都唔得，袂当享受。这样不就不能享受了吗？不是啊，神赐给咱，就是要给咱享受啊。神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享受。啊、所以财主伊遐，伊奢华宴乐敢是罪？所以财主奢华宴乐是罪吗？啊，咱来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九章。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啊，对不起，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以后，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以后，啊，这个财主的门口有一个讨饭的啊，这个财主的门口有一个要饭的，二十节安尼写，二十节章写，啊，讲逐天拢被人囥在财主的门口啊，每天都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奇怪，拢囥在你的门口，都放在你的门口，啊，原来财主就是原来拉撒路就是财主的未得之地啊！原来拉撒路就是财主的未得之地啊！虽然看起来这个拉撒路已经信主啊，虽然看起来拉撒路已经信主了，但是财主嘛信主啊，但财主也信主。所以今日伫咧教会内面，咱同款拢信主，咱的身躯边兄弟姊妹某人是咱的未得之地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信主的，在我们旁边也有未得之地。所以疫情的时阵。啊，咱有这个直播啦吼。
疫情的时候我们有直播。哦，啊，有的人直播了关系，煞无来实体聚聚会啊。有人习惯了直播，就不来实体聚会。啊，然后慢慢那么感觉讲，哎，我都在听道理啊，我看直播就好啊。慢慢的也觉得，我就在听道理，我看直播就好了。哎，想袂到敬拜的这件事不是安尼啊。想不到敬拜这件事不是这样。咱一定要来到神的圣殿啊。我们要来到神的圣殿。咱要来到这，哈，跟兄弟姐妹有聚集。我们要和弟兄姐妹有接触，咱来去知影向人兜哈有啥物问题啊？我们要去知道谁的家有什么问题啊？原来你拄到这个问题哦！原来你遇到这些问题啊？你哪拢唔讲？你怎么都不讲呢？啊，我都歹势讲啊，就不好意思讲啊。安尼我替你祈祷啦，这样我帮你祷告。啊，你够需要啥物帮忙？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感谢主啊！感谢主，咱这个时阵都得到咱的未得之地了。我们这时候就得到了我们未得之地。啊，咱真正那像。啊，第三个比如山羊跟绵羊，迄绵羊同款啊，就好像第三个比喻山羊与绵羊的绵羊一样。啊，这个所在财主伊无去甲照顾啊，财主没有去照顾拉萨路。啊，伊在这个垃圾路拢食喺度桌顶落落来，又即个物件食。拉萨路都吃财主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吃。圣经无记载什么罪啊？圣经没有记载什么罪。原来无去做就是罪啊！原来不去做就是罪。啊，所以咱过来看彼得，保罗伊嘛安尼讲啊，所以。保罗也这样讲。那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请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九章十六节，九章十六节。保罗讲：“我传福音原无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那无传福音，我都有好了。哦”啊，阿们啊，这所在保罗为什么讲个这夸张啊？保罗为什么说的这么夸张呢？啊，好好讲敢袂使。我这样好好的说不行，好好的说不行吗？哎，那讲啊，这夸张，为什么说的这么夸张呢？啊，我不传福音，我都好了。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不去聚会，我都好了。不去聚会就有祸了。啊，我今日无读圣经，我都好了。我不读圣经就有祸了。好，刚好遐严重，有这么严重吗？有诶，我真正遐严重，真的有这么严重。啊，这个所在讲，保罗伊安尼讲啊，保罗这样说，伊感觉传福音这件事是我的责任。他觉得传福音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是你已经将。五千、两千、一千已经给我，神已经将五千、两千、一千给我了。我必须去赚五千、两千、一千。我必须要去赚五千、两千、一千。我是不得已的。我是不得已的。这是命令。这是命令。啊，跟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同款。跟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一样。按着耶肉体，已经真无愿意嘞。按着他的肉体，他真的不愿意。但是按着耶心性，伊知道这是必须爱做的。但按着他的神性，他知道他是必须要做的。跟保罗同款，所以跟保罗一样，我是不得已的，我是不得已的。我若无传福音，我都有祸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所以不是咱要传不传的问题啊。所以不是要传不传的问题。咱无传就麻烦啊。不传就有麻烦了。啊，咱搁看保罗讲的，请看保罗说的十七节、十七节。我若甘心做这个事，就想事；若无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阿门。啊，保罗讲，我若会当好好去做吼，有想事诶。保罗说：“如果我去这样去做，就有赏赐。为什么？为什么呢？赚五千的，已经提五千的，搁赚五千啊。拿五千的，又赚了五千。是无甲耶稣，主人无要甲提回来呢？神，主人没有要给他拿回来。伊本来是讲我赚到要给主人讲啊，主人才搁行李啊。原本想说是赚到了再还给主人。啊，荣耀要归给神啊。荣耀归给神。啊，主人得到荣耀啊。主人得到荣耀了。啊，好啦好啦，好你好你啦。”就给你吧。所以那个一千的没去赚呢。所以那一千的没有去赚。将那一千夺来。将一千的夺取。好，那个可以看当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请看回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来看这个二十四节。请看二十四节。二十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五章二十四节。讲那个领一千的嘛来讲，主啊，我知你是忍心的人。啊，关门做残忍的人，无有钱的所在嘛要收割，无野的所在嘛要自然，我都惊吓去甲你的一千银啊带咧地内，请看你的原来银啊还搁伫遮。主人就回答讲：你这个又恶又贫惰的仆人，你既然知影我无野钱的所在要收割，无野的所在要自然，你就将我的银啊去藏咧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阵，还阁有连本带利当收回，大过伊这一千个，予迄个有一万个。伊若既然因为既然有个，要阁加予伊，叫伊有剩；无个，连伊所有个嘛要甲夺过来。
将这个无用的布林等伫屋外口黑暗内面，伫咧遐必爱哀哭切泣了。阿门。最后这句话真恐怖啊！最后这句话非常恐怖。这句话只有三字啊！这句话只有三个字。落地狱啊！下地狱。伊犯了什么罪？他犯了什么错？伊犯死罪吗？他犯了死罪吗？有拜偶像吗？他拜偶像了吗？有杀人吗？他有杀人吗？有犯奸淫吗？他有犯奸淫吗？拢无呢？都没有。哈、啊，伊嘛被交代呢？他也被交代。伊嘛是神的工人呢？他也是神的工人。伊只是笨蛋。他只是懒惰。啊，笨蛋这严重哦？懒惰这么严重吗？是这严重，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咱来看《申命记》啊。所以请看《申命记》。《申命记》第十八章。《申命记》的第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申命记二十八章的第一节，二十八章第一节，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一节讲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伊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伊必予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你伫城内必蒙福，伫田间必蒙福。你身所生，地所产，精生所劳，甲牛犊羊羔拢必蒙福。你的翁仔嘛必蒙，甲你的暖面盆拢必蒙福。你出来蒙福，你嘛蒙福。咱阁看十三节，请跳过到十三节。你若遵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遵守、谨守、遵行，不偏左右，嘛无随从四方别的神，耶和华就必予你做头，无做尾，但其上无其下。阿们，哦，偌好嘞！这都是神对咱的应许啊。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伊只有爱一个条件。他只要一个条件，爱完全守道。要完全的守道。完全守道，唔是讲啊，我啥物拢卖做就好。完全守道，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要做。神叫咱去做，咱都要去做。神叫我们去做，我们就去做。啊，今日教会交代咱啥物工，咱都去做。今天教会交代我们什么工作，我们就去做。啊、我有啥物款的责任，我都去尽。我有什么的责任，就去。做我今天是福音人员，我就认真去传福音。我是福音人员，我就认真去传福音。今天咱虽然不是福音人员，咱人人拢是福音人员啊。我们人人都是福音人员。啊，保罗已经清楚啊。保罗非常清楚。啊，保罗真清楚，讲我若无去做，我就好了。我若不去做，就祸了。无去做，啥物好啊？不去做有什么祸呢？来看十五节。请看第十五节。你若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无谨守遵行伊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以下的咒诅，拢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以下干了，因为到四十六节，啊，足严重的，非常严重。啊，信主了，信徒会有两种结果。信主以后，信徒有两种结果。你只要照神的吩咐去做。只要照神的吩咐去做，不是你只是做一点点啊，不是做一点点，你只是开始，我要哇，我今日开始要认真遵守神的道理，所以我今天要开始认真遵守神的道理。哦、我只是一个愿做的心嘛，只是一个愿做的心。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改变，你就会发现生活开始改变，心就开始祝福，神就开始祝福。你发现哎，那这趣味，你就发现为什么这么好？咱九八教会常常遇到的代志，我们十八教会非常啊，停车就歹停诶。停车非常难停，阿伟人就做好停诶，人就非常好停。啊、哦，小弟有时认真在看，神小弟有时候认真在看。诶，啥物人拢较好停？神哪些人比较好停？阿麦光想啦、哦，不要说谁啊，伊拢做认真在做工诶，都非常认真在做工。啊，感谢主，我来到车位呢。感谢主，我来就有车位。哦、所以我有时啊停无车，我就会感觉爱检讨咧。所以有时候停不到车位就要检讨。啊，是啊，那我那主我那无花车位。为什么神庙就有车位呢？哦，感谢主，我今日就来到车位。感谢主，我一生一台就有车位，哦啊、所以可以在这边讲到，所以在这边讲到。好、哦，我感觉这足奇妙的呢，就觉得这个非常奇妙。啊，真正认真神都看过，真的认真神就看过。啊、但是你若留了松懈，啊，就无去啊。但我有些闪失就没有了。啊、哦，所以这所在都在讲，讲咱安尼做都福气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做就有福气。安那来讲，没太麻烦吧？有些人说不用那么麻烦吧。我讲要认真来做这代志，要认真去做每件事情嘛。啊，不要再就做，咱是不是当去面对嘞？后面这些咒诅，我们是否可以去面对呢？好、哦，咱阁看这个第四节，请看第四节。申命记二十八章第四节。申命记二十八章的第四节。讲咱若安尼做吼，那心所生，地所产，精生所劳，甲牛犊羊羔拢被蒙福。哇，这是，甲这句话都够啦。只有这句话就足够了啊！最后就用这句话来跟大家分享啊！最后就跟大家用这句话来，所以咱今日要来做灵战的预备。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灵战的预备。咱要哪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如何得神的喜悦呢？对，修道理开始。我们要从守道理开始。啊、这个道理唔那干那咱修，
这道理 不止我们守，咱来个教咱的儿女来守，我们要和我们的儿女一同来守啊。因为这个所在讲，恁心所生，因为这边说你身所生的啊。今日做爸母守道理，你的福气连你的子孙都会当得到呢。今天父母守道理，连你的子孙都可以得到福啊。虽然咱有读圣经讲，信仰是个人的啊。所以我们昨天读到圣经说，信仰是个人的。但是福气会当传到子，但福气可以传到子孙。当然，信仰嘛是要靠家己啊。但他的信仰也要靠自己啊。甚至伫咧列王记上迄所在啊，甚至在列王记上的地方。啊，这个所罗门已经犯罪啊。所罗门已经犯罪了。神足生气啊，是非常生气啊。但是神讲，我带领你的父亲也大卫啊。那神说：“我纪念你的父亲大卫，因为伊是合我心意的啦，因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国家分裂未在你活着时中看到啊。所以国家分裂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看见。连咱儿女有一天万一来变坏，如果我们儿女有天变坏，啊，神要加刑罚，神要惩罚他，嘛会手下留情嘞，也会手下留情。好，啊，那咱过来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请看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三节，创世纪二十六章的第三节，咱拄仔有读到，我们刚刚有读到。神叫以撒讲：“啊，你唔好落来。”神说：“神叫以撒不要下去。”你即马拄到饥荒，但是你袂使走。你现在遇到饥荒，但你不能走。你要完全完全依靠我。你要完全的依靠我。好，啊，哎，我必坚定我向你的爸阿伯拉罕所起的誓啊！我必坚定我和你父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起的誓。所以以撒比较好。哎，冇加多爱关，就是因为阿伯拉罕的关系啊。所以以撒被祝福也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亚伯拉罕。咱今天在座做爸母的，我们今天在座做父母的，做阿公阿妈的，做阿公阿妈的啊。咱若认真守道理，我们若认真守道理啊，照圣经的教导，照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啊，这个福气要荫庇到咱的子子孙孙的，福气要临到我们的子子孙孙，这是神写的，这是神写的。咱搁看第五节，请看第五节。拢因阿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跟我的命令，落来发道。阿门。啊，神搁再讲一届啊。神再跟他说一次。我今日为什么要看顾你？为什么我今天看顾你呢？遇到饥荒啊，我为什么特别照顾你？遇到饥荒，我为什么特别照顾你？我为什么跟你讲要安怎做？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拢是因为你的老爸听从我的话啊。都是因为你父亲听从的话。哦，听每一届读到这，每次读到这里。啊，虽然我无多留我厝给我的囡啊。所以虽然我不能留房子给儿子们。啊，我感觉我已经。用尽力气啊！我觉得我已经用尽力气了。我不可能买厝给囝，不可能买房子给孩子们。但是神会给祝福，但神会祝福他们。为着要让神给我的囝祝福，神就要将我的祝福我的孩子们。啊，我一定要坚持守住神的道理。我要坚持守住神的道理。啊，所以咱来看这个创世纪。所以请看创世纪。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创世纪十八章的第十九节。咱为十八章看去。我们从十八节看起。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阿伯拉罕必被称作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拢必因于得福。十九节。我眷顾伊，为着要叫伊吩咐伊的众子，甲伊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和我所应许阿伯拉罕的话，拢成就了。阿门。神真疼阿伯拉罕，神非常爱亚伯拉罕。但是这件故事特别甲写落，但这边故事特别写下，因为这个阿伯拉罕嘛会当用咱的名去取代啊。因为亚伯拉罕也可以用我们的名字去取代。咱拢是属灵阿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嘛有对咱的应允，神有对我们的应允啊。这应允可能嘛是要让咱成做强大的国，这应允也可能是让我们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必因为咱得福。地上的万国并因为我们而因我得福啊！因我得福啊！咱身边的人因为我来信耶稣啊！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来信耶稣，我的全家因为我来信耶稣啊！我全家因为我来信耶稣，全家因我得福啊！全家一样得福，这本来就是神的应允啊！这本来是神的应允，只是无用对方法啦，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啊！咱来用着神所给阮吩咐的方法。我们要用对神对我们所吩咐的方法。十九节上尾是当安尼写，十九节最后写到这样。啊，神所应许都会成就了。神所应许的就要成就了。啊，所以咱心中可能拢有咱期待伊来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可能都有期待他来信主的人。除了咱来认真去甲引导，除了我们要认真来引导他，咱来成做神喜悦的人。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人。阿边拉走，我们要怎么做呢？十九节安尼写，十九节说到，神讲哈，我灌过伊。神说：“我眷顾他，就是我属于恩典，
我是他恩典。今日咱在座，咱已经信主的兄弟姊妹。今天在座，我们已经信主的兄弟姊妹。咱敢有人举手讲，我甲即马神一点仔恩典，我拢无得到。有没有人敢说，一点我神一点的恩典都没有得到吗？啊、我也完全拢无得到神的恩典呢。我完全都没有得到神的恩典吗？安尼，咱即句话甲咱都无关系。那我们 这句话就跟我们没关系。咱老得到一点点恩典呢。我们如果有得到一点点恩典，而且是得到大大恩典呢，或者是得到大大的恩典，咱来去思想啊，我去思想。神给咱蒙恩，神让我们蒙恩。伊的目的是啥物？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就做父母要甲囡仔饲大汉，就好像父母要养育儿子长，你敢无目的？你当我没有目的吗？你敢会讲啊？你有认真吃？就是说，你就认真吃。啊，你若要大唔大，拢不要紧啊。你要大不大都没关系。哦，那有可能？怎么可能？啊，你若食几包拢袂大。为什么他吃半天都不长大？啊，迄个毋是咱饲囝的目的。那不是我们饲养育儿子的目的吗？啊，亲像正正常人啊。他会大，他要像正常人一样。啊，甚至咱够较侪期待啊。说，甚至我们有更多的期待。神给咱恩典。神给我们恩典。咱咧食灵牛。我们在吃灵粮。咱拢袂大。我们都不会大。啊，咱拢无照神的吩咐来做。我们都没有照神的吩咐来做。神有伊的期待。神有他的期待。我眷顾伊。我眷顾他。为着要叫伊做啥？为了要做。让他做什么？以下是命令。以下是命令。要叫伊吩咐伊的种子。要叫他吩咐他的种子。所以咱来建立家庭这一段。所以我们要建立家庭这一段。来，咱来推动各项的圣工。我们推动各样的圣工。咱要教会发展。让教会发展。咱要人数增加。让人数增加。咱要让更加侪人来信神，来信真耶稣教会。我们要让更多人来信真耶稣教会。咱要为家己做起。我们要从自己做起。咱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是否是神喜悦的人？咱是不是照神的吩咐来做？我们照神的吩咐来做吗？神的吩咐就这本圣经。神的吩咐就是这本圣经。咱只要用每天一章来读。我们只要每天一章来读。因为和合本圣经七十六万字。因为和合本圣经七十六万字。哦，你不可能一天读了。不可能一天读完，你一定要按时服用啊！一定要按时服用啊！因为咱个有记忆复杂的问题，有没有记忆复杂的问题？你读足紧的，你嘛无多记起来。你读非常快，也没办法记起来。啊，那是无路用的，那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所在讲，第一项爱吩咐伊的种子。所以第一项要吩咐他的种子。咱来建立家庭这一段。要建立家庭祭坛。咱要建立家庭这一段。要建立家庭祭坛。咱要吩咐咱的种子来遵守神的道理。要吩咐我们的种子来遵守他的道理。咱家己爱读经无？我们自己要读经。咱今做教员，家己爱读经无？我们今天做教员自己要读经吗？咱家己做教员无读经。我们自己做教员没有读经。好，咱要来教咱的学员。我们要如何教我们的学员呢？哎，我圣经都唔捌。我们圣经都不知道，基本常识都无，基本常识都没有。六十六卷写不出来，六十六卷写不出来。咱要哪来成做一个教员呢？我们要如何做一个教员呢？啊，所以咱家己要读经的习惯。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读经的习惯。咱还佫留下身教。我们要留下身教。留下身教就是你在读圣经时爱给囡仔看到。留下身教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给。你在祈祷爱给囡仔看到。在祷告的时候给他们看到。你伫咧教会服侍做圣工敬拜神，爱予伊看到。在教会服侍敬拜神，要给他看到。你伫社会安那来尊神伟大，爱予囡仔看到。在社会上如何尊神伟大，要给他们看到。主耶稣拢讲，恁爱学我的样式啦。主耶稣都说，你要学我的样式。啊，耶稣连祈祷拢被写咧圣经。耶稣连祷告都被写在圣经上。这都是要予咱看到啊。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予咱看到就去做啊。让我们看到就去做。再个讲爱吩咐咱的眷属。这边说要吩咐我们的眷属。眷属就是包括。咱的朋友啊，眷属就是包括我们的朋友，咱的亲戚朋友啊，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所以咱嘛有家庭小组啊，我们有家庭小组啊，咱嘛有这阿伯专给信主的家庭啊，我们有还会没有全家信主的家庭，咱嘛知影讲，还佫有多几间家庭阿伯专给信主，我们还有很多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家庭没有全家信主啊，咱来伫咧心中纪念，我们要在心中纪念，一户一户佮念出来，一户一户的念出来，放伫咧祈祷当中，放在祷告当中，迄就是咱的责任。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啊！虽然咱可能无机会去甲引导去甲报道，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到他家来，但是祈祷嘛是真力量，是嘛是非常的大。但是祷告的力量也是非常的大。有一天神就带领，有天神就带领啊！有一边去到这个葵辉祈祷所，有天去到葵辉祈祷所啊，听见一个执事的见证，听到一个执事在见证啊！迄摆咱嘛有真侪兄弟姊妹去啊，那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啊，伊就安尼见证啊，他就这样见证，讲伊才参加了雪屋闹教会灵恩报道会，说他才刚参加完他们雪屋闹的灵恩报道会，好啊，伊有一个啊，唔是亲弟弟哈，是远房的弟弟专家来信主啊，他有一个远房的弟弟。
全家来信主哦，因家足侪人个啦吼，他们家非常多人，唔知五个八个啊，不知道五个还八个哦。啊，伊讲伊足感动个，他说他非常感动，因为灵恩布道会洗礼了咧介绍新受洗，因为灵恩布道会完在介绍新受洗的人、哦、啊，都听到因咧这个诶、欸、这个教务负责人安尼讲啊，就听到他们教务负责人这样讲。哦，这好吼，因规家来即届来洗了，全教会拢足欢喜个。他说：“这户全家来信主，全教会都非常开心。因为咱的支部会为这家来敬家祈祷已经十年啊。因为我们支部会为这家进食祷告已经十年了。啊，这位在开会这个执事吼，伊都讲到这怎哽咽啊？这位开会的执事在说到这边就哽咽了。伊都安尼讲啊，他就这样讲，讲系我小弟呢，那是我弟弟。但是我做早就甲放弃啊，只是我很早就放弃他了。我甲讲，伊拢无要听。我跟他讲，他都不听。我想讲。”无救啊！我想说没救了。你爱啉酒就去啉吧。你要喝酒就去喝吧。我不会插你啊！我不要理你了。好、哦，阿姨家己是执事啊。他自己是执事，但是一听到这足更笑诶。但他听到非常羞耻。这个雪雾闹教会的人，甲我兄，甲我弟弟非亲非故啊。这些雪雾闹教会的人跟我弟弟非亲非故。愿意为我小弟全家信主，敬食基督十年啊！愿意为我的弟弟全家信主，敬食十年。啊、我呢？啊，我呢？啊，当然对小弟来讲嘛，感觉真感动啦吼。当然对小弟来说也非常感动。所以有一天会来洗礼啊。所以有一天会来洗礼。哈、啊，咱来认真去看咱身躯边遐的姊妹。我们要认真去看身旁的弟兄姐妹。咱嘛知影有人阿未全家信主。我们也知道有人没有全家信主。啊，咱全家信主真快乐。我们全家信主非常快乐。咱、啊、来希望这个快乐会当带到每一个家庭。我们希望这快乐可以到每个家庭。啊，咱伫咧祈祷当中爱去纪念。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去纪念。啊，当然，咱嘛要建立家庭祭坛。当然，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这个家庭祭坛就是家庭布道啦。这个家庭祭坛就是家庭布道。咱用做柔性的方法来读圣经。我们用非常柔性的方法来读圣经。啊，因为咱厝内边人可能连教会都无想要搭入来。因为我们家里的人说不定连教会都不想踏进来，但是咱当宅配福音啊，但我们可以宅配福音。啊，咱就讲啊，咱来读圣经。我们可以说我们来读圣经。啊，咱来做分享。我们来做分享。教会的毛教咱指导安那做。教会的人也教导我们怎么做。啊，咱就十分钟来读圣经。我们就十分钟来读圣经。十分钟彼此分享。十分钟彼此分享。对啊，十分钟做会祈祷。最后十分钟一起祷告。一礼拜一届就好啊。一个礼拜一次就好。啊，当固定时间。也可以固定时间。啊，当加做亲子沟通的桥梁。也可以做亲子沟通的桥梁。咱的囡仔呢已经青少年。我们孩子若青少年。你若自细汉建立家庭这一段。如果从小建立家庭祭坛。好。到大汉，伊嘛变作基础价值观。到长大还也变成他的基础价值观。伊也刚刚讲，啊，这本来爱做呀。他也觉得那是本来要做的。咱感觉本来都爱做的代志，就是基础价值观。觉得本来就要做的事，就是基础价值观。啊，这往往伫咧咱第一届去面对的时阵所建立的。这往往是我们第一次面对的时候去建立的。你第一届若要去什么所在？第一次如果要去什么地方？啊，你虽然你唔知影路，虽然不知道路，但是你摸这条路出来。但摸索就出来了。你后摆阁去迄个所在。以后再去那个地方，你也不知不觉阁行同款路，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走同样的路。还有这基础价值观，那就是基础价值观。咱先嘛，无多好，咱的囡仔聚会读圣经，叫做基础的价值观呢。为什么没有办法让孩子的读经祷告成为基础价值观呢？所以这个所在讲教育的惯俗，所以这边说到和他的眷属啊，做啥物？要做什么呢？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哎，不是干那家庭这一段，不是只有家庭祭坛，咱真正要行出来。我们真的要行出来啊！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咱就是要遵守圣经的道理，我们就要遵守圣经的道理。哦，那教导咱的囡仔，唔通交无信主的外邦异性朋友。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交外邦异性朋友。好，那教咱囡仔爱守安息圣日。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守安息圣日。教咱囡仔爱洗礼官。教我们孩子十一奉献啊，这拢在尼希米记第十章内面所写，这都在尼希米记里面写到啊，都是被强调的重点，都是强调的重点。那哪安尼做？我们若这样做，后边对加做良性循环，我们就会成为良性循环。讲主我所应许阿伯拉罕的话拢成就了，阿门。说我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啊。今日神对咱每间教会嘛有应许呢。今天神对我们每间教会都有应许。啊，咱嘛读过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我们也读过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啊，将来万民拢要流归这山。将来万民都要回归这山。啊，这个撒加利亚书嘛安尼写。
撒迦利亚书也这样写到。讲咱这个殿的荣耀，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好，咱看启示录嘛是安尼写。我们看启示录也是这样写。最后一个一千年啊。最后一千年。神要做王啊。神要做王。伊就是咧讲真教会啊。就是在说真教会。所以有一天这种会发生。所以有一天这些都会发生。所以咱即马正走向这条路。所以我们正走向这条路。咱若照安尼去做。我们若这样行。咱全教会认真，逐工读经。全教会每天认真读经。全教会建立家庭这一段。全教会建立家庭这一段。咱为基础神喜悦的事开始做。我们从基础神喜悦的事一起来做。这条路咱唔捌做过啊。这条路不是没有做过。109年前。109年之前。咱拢做伙见证到圣灵大降的时阵。我们都一起见证了圣灵大降的事。总共有八届这祈求灵恩。总共有八次的祈求灵恩。小弟有深深的印象啊，小弟有非常深的印象。每一届基督会起来，两个得圣灵。每次祷告起来，就有两个得圣灵。哦，各两个得圣灵。又两个得圣灵。哦，各两个得圣灵。又两个得圣灵。十六个得圣灵。16个得圣灵。啊，加做咱真美好的见证，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我们。啊，咱要打这场灵战。我们要打这场灵战。咱要靠圣灵。我们要靠圣灵。但是爱和神愿意帮助咱。但要让神愿意帮助我们。咱来先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先得神的喜悦。咱从基本开始。我们要从基本开始。逐天读经。每天读经。建立家庭这段。建立家庭这段。然后神会为咱开启机会。然后开启机会。神会让我们开启机会。虽然在饥荒当中。虽然在饥荒当中。咱也百倍的收成。我们也有百倍的收成。唱赞美诗。一起唱赞美诗。158首。